OK，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是 Patrick。 那今天呢，要来玩 NBA 2K Mobile 啦。那今天呢，嘿嘿，跟各位讲一个惊奇的消息，就是我今天生日啦。今天是3月8号，晚上的9点24分。那现在就来把这两场打了吧。OK,Let's go。 哇，那反正就今天我生日，我快笑死。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两场都打赢，应该是可以的。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刚刚我在车上打，就是用这个叫什么小丑，好不好？哦 ，There is no way！ 你看这个 Jokic 有多强。我刚正想说。刚刚哦，我把球全部丢给他的时候，他都是直接上篮，然后直接拿了24分6篮板一助攻，这什么诡异的？这什么叫什么那么强的世界纪录啊？哇！哎，刚刚超扯了，24篮板6，哎，还传了 James Wiseman 太慢了。Jokic with the layup, no good. Pass it in. Easy layup. 就是给 Jokic 就好了。那假如有三分空档的话，我再传就好，这样说不定比较方便。你看，打一打马上变四分了，只差就领先四分。喂 ，No way, Curry with the deep three bomb.哦，又是这种超级扯淡操作。Jokic， 哎 ，what the， 直接被 block， 什么鬼？这 James Wiseman 太鬼了吧 ？What the Curry， 蛇形跑位，有拿到一个篮板，拿到一个篮板了。Jokic，what the easy layup， 6-3，哇塞，只要把上篮学好的话，哇，就会像 Jokic 这样，要怎样就怎样。喂，你要不要太扯？你这个 fade away， 你假如是 Curry 的话，我还会信你。这个 James Wiseman 一个屁都没有。我的，讲废话，秒打脸呢、欸！这真的秒打脸呢、欸！这秒打脸，哇，要不要把？我的，进了，太扯了吧！Oh my goodness， 那个假如进的话，我真的会去撞墙的哟，吵死了！那边呛呛个大便了，呛，一直呛，干扰哎，吵死人了！这边一直呛呛什么挖革命，这边呛霸完了，球掉了，哇 ，block 掉了啦！你知道你现在哪里？你在那个 ？Oh my god！Oh my。抢个屁哦！哦，快烦死！汤神呢？直接拔，最好是啊。Pass it！中距离来一个绿的好球，8-6。Billups with a 一助攻 ，one assist。喂，想冲哦，好球！剁掉了 ！Oh my Wiggins with a spin layup. Jokic， 嘿，空档三分哦啊，这个进了。我刚以为没进，你知道吗？他那个人，他的那个投篮条要放的那个很难放哎。DeMar DeRozan。开玩笑啊！来给他，这扯爆！哎，不肯，这我们的 ，yes， 撞一下，结果还是我的球，快笑死我 ！Oh， let's go， 传到 DeMar DeRozan 身上，然后再传给 Jokic， 那这样的话是13-8。No way！ 你只要这个投进的话，我真的去。
哇哇哇！差一点，该死的！哎、欸，哦 ，Jokic 真的不能切篮线，这边 Curry 拿到了一个两分了啦。哎、欸，空档那么大哦，放那么大的哦，没在看呢。No way， Curry 炸进一个 half court， What the flip？ What the flip， bro？ Curry 耶、Curry 发威了，等一下，他居然可以发到这种程度啊！太扯了吧！这是一个 half court logo 吗？是吗？我不知道，我刚没看。太扯了吧！No Thompson， 这进的话我就要爆包了。哎 ，James Wiseman， 你还在那边 ？No， 这个 layup， 这关于拆炸弹呢？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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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Yes sir， 走了，走了，四篮板了，哇，这个超会抓篮板的 ，Jokic， 他坏掉了，看一下。奇怪，他怎么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哎、欸，走了，走了，找你的大头鬼 ！Jokic 一个高手绕赛 ，Oh my， 烂死我！讯息不要跑出来！哦，烂讯息跑什么东西 ？Jokic 直接 cut it in， Jokic， 哎、欸，这 Jokic 真的在坏，算了，我不要给他那套烦。你看又被 easy 了 ，Oh my goodness！ 我给 Jokic 好像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哎，我给 Jaylen Brown 好了 ，Jaylen Brown 都比你强那么多，讲废话、哦。哎、欸，中距离哦，一个 Jaylen Brown 在那边呢，在那边呢，三助攻哇，强哎！18-15，不可能。Yes, sir, Jokic，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没进，我这就把你丢掉。哦哟，哦哟，听到喽，听到我的呐喊喽，听到我的暴气喽，20-15喽。喂喂喂喂，什么鬼啊？该死的，只要在 logo 那个叫什么，在 buzzer 之前投进的话，一定很爽。拆炸弹 ，OK， 终于换我们的球权喽！来，再给你这个空间 ，Jokic， What the flip？ Jokic 直接冲进去灌篮是怎样 ？James Wiseman 在哪边？我忘了，三秒忘记，金鱼脑哎 ，Jaylen Brown。Jaylen Brown 直接 block behind， 太扯了吧！这什么鬼？哎，我是给 Jokic， 又会跑那么快干嘛？这边找一个假米宝呢 ？No， oh my， Jokic 真的内线很烂呢。在真实世界他，哎，好球，传。那个三分，不行 ！Oh my， 什么鬼啦？什么鬼？要被追了啦！要被追了，八七哟、哦、！Yes，Jokic 16分，我靠，四助攻。想看一下 Jokic 他拿几个篮板，好像忘了，我没看呢。你们都在我的外内线都不鸟人的，喂喂，就给球了没？
足色安尼。Bro， 我都往前进 ，Oh my god！ 他个底塞，快点，快点 ，Jokic， 中距离，没进我揍爆你！因为没进的话，等于这个队就会被追上了，所以现在应该是现在已经拆炸弹。呜呼 ，Draymond Green 最好是了。Yes, Denver wins. 5678 DeAndre Jordan, what the flip? 等一下，我这一个赛季是不是打完了？对，黑曜石，我靠，要嘞！这有办法升吗？可以升呢。这个欧康武可以过来，你就是升级卡片好机会。就去旁边玩，那你这个 Shake Uchis Alexander 嘞？你搞个 VO， 你搞出来哦。直接拜拜了，拜拜，直接去升新咯。省心咯，现在才发现，我快笑死我了。哦，91,000 What the flip？ 92,000，我靠呀！77,000有跟，有黑曜石，琥珀，我就直接打黑曜石好了，那个指标。黑曜石 ，Oh my goodness，Let's go， 76,000-65,000，又是给火，又是骑士队哦，我终于死翘翘，死翘翘骑士队，啊，还放 Donovan Mitchell，Oh my Jerry Allen， 黑曜石到底有多难打？现在就来打打看，我完全不知道。哇，跳球只被他们跳赢，但是等一下第二、第三场。的那个球权就是我的。一开始的话，哇，这 Donovan Mitchell 很快哦，这个 Donovan Mitchell 还有 LeBron James 啊，失误，快笑死！才刚开始哎，先生，不是说才刚快结束哎，现在已经才刚开始哎，才刚开始，真的打到黑曜石。喂，双手暴扣，隔扣自己人，因为他是一样的人，所以我就讲说他自己人。哇，接下来这几个影片应该会很刺激哦，因为这个真的很难打。黑曜石，光听名字就很恐怖。No way， 又是这个 LeBron。No！哇，我靠！No way, Le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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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Jerry Allen， 太扯了、啊，这个，切入，开玩笑，中距离来一颗，中距离好球，嘿嘿，现在出才录了13分钟就到黑曜石而已，笑死，总共录45分钟，往后踏，没踏到，我的，呜呼 ，fade away。我得进了，我的 B 小音 ，Jalen Brown 直接双手暴扣，他怎么挡得要死？6-4哦，光想到我就要死掉了，这是有点难打。这谁啊？秃头秃头也可以进 NBA？ What the flip？ 中距离急停，落赛，快传！哦，DeMar DeRozan 竟然是 LeBron James 哦，是怎样？
哦，我怎么办 ？No! Oh my god！ 被收拾哎、欸，要投来不及了，直接24秒进攻位。笨蛋，不可能。没进 ，Oh my！我觉得我要死翘翘了。Oh my goodness！ 这很靠腰哎、欸，这个。Yep, that's gonna be puts it in. Assist by, yep, Nikola Jokic. 哇靠！打得我疯哎，9-6是怎样啊 ？No no no! 哎，我刚差点就跳，差点就跳。No, Jeremy Allen, let's go. Let's go, DeMar, DeRozan.这是 trip 的什么啊？脚还绊倒 ，Oh my god！ 中距离 fade away is good。我觉得 DeMar DeRozan 是拆炸弹哦，因为他中距离非常的准，非常的强，不像我每次丢出去就落塞。嗯，我说三分球才是准的，但有时候会落塞几颗而已。我等你。Oh my god！ Donovan Mitchell， Donovan Mitchell。喂 ，LeBron James， no way， the mid range， mid range 还差赛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嘎，哎呦，够拍天 ，DeMar DeRozan puts it in a two， 我觉得 DeMar DeRozan 还是用他来玩好了，啊 ，DeMar DeRozan。他一定是没问题的人，我觉得其他球员他中距离跳投应该不太好。你看 DeMar DeRozan 他手防守很强，哇，想从背后传球呢，真笑哎，拜拜。哎，靠，差一点，不可能 half court 好不好？你是怎样 Curry 哦？刚 Curry 才炸一颗而已。黑曜石哦，要修。有没有人来收了了？好吧，看来这真的是要冲内线了。这个没法躲，这真的没法躲。哎，飘飘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呲呲哒哒哒哒。Oh my goodness! What the block? Let's go!杰伦布朗好像比较快，看一下，先冲回去，嘿嘿个屁呀、啊，拜拜了。Let's go， 杰伦布朗乱转一通，我真不太知道要怎么玩他，他的方式很多，而且他投篮又需要一些技巧。15-6。15-6是什么鬼？骑士队的第一场应该叫我们领先了。No way, nope. Let's go. 4篮板，哇 ！Jokic 很积极的抓篮板。Jalen Brown, no, he missed it again. 啊，你还在那边悠哉的跑，你们不赶快抓分 ？Oh my god， 这个秃头竟然可以灌篮，灌到快爆炸！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枪哎。Jokic 直接杀进去，好球，上篮，上篮还是最厉害的。算 ，What the frick？ 哎呦 ，Donovan， 你要不要切？你怎么给 LeBron James 啦？你怎么给他啦？你看给他落赛。哎嘿，停一下，看一下。哎，我靠！
Jaylen Brown for the three， 直接猜大单20-8，我觉得这一场应该他们输了。不可能是秃头的，秃秃秃的，秃秃秃秃三代全家都秃啊！搞笑，笑喷我！他们的球权，我觉得这次的影片那个比较，就我有点不想拍那么久，拍得很累，你知道吗？拍得很想。No way! No way! No w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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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会进好球。哇，今天这队暴风哦，暴风雨哦。Jokic， DeMar DeRozan with the midrange， 22-8，好球哎！挡拆，你以为你挡得了我？什么鬼？哦，好球！直接 block on your face 才跌倒，走了 Jokic， 双手暴扣，我靠 ！Jaren Allen 直接被盖脸上哎，盖到他头上，直接盖到头都秃了，太扯了吧 ！Oh no， LeBron James with the mid range， 哦写球瓜哦。双手暴扣，又一个双手暴扣要求我，他们双手暴扣狂炸的，那现在差了16分，16分差很多，好不好？他们追不回来了。哦，我靠！我刚有一个要进，哎 ，What the flip？ What the flip？我刚以为不会进呢，他那个那么远呢、啊，居然炸进一颗那么远的三分，这太扯了吧！哎，那教练的脚他已经踩到场上了，他是要去打球、啊，太霸气了吧！还跳，哇，又跳，这进了，太扯了吧！29-13是什么鬼 ？Jokic， 我飞得威，看一下哦，是谁给你的？看一下哦，看一下哦，传进去。转身，转身，好球，空档率一颗 ，Let's go， 32-13呢，碎了，哦，好爽哦 ，Yes， 我们 Denver Nuggets 赢了，太好了，太碎了吧，哇，刚那个关键火锅，什么鬼？刚才直接盖脸上，我这快被笑死我！知道你是 Happy Birthday。嘿，就刮你。上灾。哎。黑曜石，那怎么不是卡片？给我那个，啊，给塞本。Bruh， 哦，好吵，要修，他妈差个屁。Kyrie Irving 现在差一个补的，怎么是 Sabonis 啊？我用DeAndre Jordan， I think， 麦叉，哎嘿，用 Brooklyn Nets， Kyrie Irving， 超强了，换这样，拉杆哦，拉杆哦，拉掉咯，上去一个，哇塞，超帅拉杆，算了，换这样，这样比较近。哦，这个飞的会凯瑞什么都能做，太准了吧！斯坦布一颗，粘死了是不是？贴死我也可以照进，让 Dirk Nowitzki 来一颗好了。Nowitzki fade away。哇，黄玉的，但是我不想用他，他的投球让人很担心。那个没投好就擦塞了，擦塞毛。Fade away， 直接一个 green， 凯瑞真的太准了，10-8，擦塞毛，打到他们擦塞。
哔哔哔。还有谁啊？看一下。哇，好多好多球员哦。Damian Lillard。Damian Lillard， 不是。Damian Lillard 超强的，他这个他是前上个礼拜吧才用了一个71分的高分诶，个人新数据诶。睡觉了，没差。我靠，这个双手暴扣，双手暴扣，直接个 push it in, put it up， 超 easy 的。哦吼，拉杆！哦，这 fade away， 哇塞，这 fade away 什么鬼？嘿嘿，冲冲冲冲冲！啊，那冲冲冲，中距离又是绿的，太准了再来一个死亡后 step back three，step back three，good， 哇，两分而已，要修。怎么抽到一个 Jonathan Kuminga？ 算了，那我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好了。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只要喜欢我频道，要不要订阅？拜拜。